很多正面的影响的。那么这套理论呢，基本上就是强调父母亲应该在孩子入园的前1到3个礼拜要陪伴孩子来适应，之后才可以渐渐的自然的上手的一个过程。这个就是德国所提出的一个柏林入园适应模式，是不是觉得很特别的？Thank you.